당신이야. 윤지를 지명하고. 找到幕后藏镜人，打电话下马威，帅气企业重机准备要去救人。韩星张赫主演动作片《非常杀手》，化身退休的传奇杀手，为了拯救被绑架的少女，从操酒业。 暂时照顾女高中生允智，没想到却卷入黑社会阴谋。张赫拿起武器，只身潜入敌营，大开杀戒。四十岁的他在电影中从头打到尾，戳窗跳跃都难不倒。希望我也不离希望，잘하면살수도있잖아。 身为南韩动作打星，张赫在《非常杀手》中的对打戏都亲自上阵，即将在台湾登上大荧幕。预告一出，让不少人赞叹是韩国版《极客救援》。另外，这部动作电影也备受瞩目。一收到恐怖攻击情报，紧急调查发现嫌犯搭乘的飞机，堪称影帝宋康昊饰演资深刑警，联手李秉宪全度妍任时完。 韩国首都航空灾难电影《紧急迫降》耗资275亿韩元打造。 나는 여기 비행기에 탄 사람들이 전부 죽었으면 좋겠어요. 为了带女儿飞往夏威夷接受治疗，不幸搭上恐怖航班，李秉日失控要认识完，从实招来。 《紧急迫降》在狭窄的机舱布景中拍摄，找来空服员协助，超强卡斯阵容演绎，要带给观众最写实震撼的视觉效果。TVBS 新闻，刘诗张启云台北报道。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。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